紧点，哎，打成了滚地球，要快哦，对，要赶快，至少先抓出局数，哇，转一个半动，好嘎仔啊，哦，还好这个阿文有最后一个弹跳有接起来哦，因为刚刚其实瑞欧跟急救跑的员很靠近的。因为最主要要快的原因是瑞欧是左投手哦，那接完球他是要有一个算是一个小转身啊，那如果你这个时候右投手的话，接完他可以顺势就直接传一垒哦。对，那这现在看一下门洞，接完要一个小转身哦，而且他跟传球的路线跟好正好跟跑者是一直线啊。嗯，还好，你看最后这个弹跳有接起来哈。这个球送成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手跑到了定位了 ，PJ。面对代打的加梅詹子贤，两好三坏的满球数。这个球在游击方向，一个弹跳进入到张振宇的手套，接到球后很快传上一垒刺杀。他说阿嘎触稳了，这个球打成二垒方向，打给李凯威。谢谢。李凯威收球之后传上一垒，干温了啊，一颗70块斗内。再来一个，这个球打进了场内。好，瑞欧下球之后，好像传的有点惊险，但是出局数抓到最可爱了。瑞欧这个半局是一个3-3，龙队3-0领先的中信兄弟。